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我们先请吴委员志扬发言。吴委员志扬不在场，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李委员彦秀发言。李委员彦秀不在场，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江委员启程发言。江委员启程不在场，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柯委员智恩发言。立委柯智恩等十一人，鉴于监察院于1999年8月对教育部提出纠正，指出教育部不应将高教系所评鉴结果和招生名额、奖补助及学杂费调整相结合，变成实质的奖惩机制。去年本院院会通过决议以及大学法第五条修正，取消评鉴与学杂费调整的联动性，也把评鉴与教育经费补助脱钩。然而，若干大学反映，教育部并未确实改善。大学评鉴办法第八条第二项及第三项也未修正，建请教育部应依据监察院纠正及本月决议要求，确认检讨改进，落实大学评鉴作为学校调整发展之参考，而非作为实质奖惩的机制，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柯智恩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原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异议，我们就通过。接着请孔委员文吉发言。孔委员文吉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廖委员国栋发言。廖委员国栋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蒋委员乃馨发言。蒋委员乃馨不在场，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赖委员世宝发言。主席，各位新进，本委员赖世宝等十五人临时提案，因为政府积极建构全台自行车网路，网路以落实绿色运输之环保趋势，但是分析交通管制路网规划，绝大多数将人行道改为人车共道，隐含人车共道行驶路权，相关规范并没有厘清的问题，反而成为流动路霸，害人害己。有鉴于此，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关单位尽速检讨人车共道的相关配套措施，并研议强化自行车违规取缔的可能性，同时针对改善现有道路设计来减缓主要道路车流量与车速，让单车主可以安全地回到马路车道上的政治做法，做一个规划及执行报告，是否当进行公决？本院委员赖世宝等十五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检委员东明发言。检委员东明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黄委员伟哲发言。黄委员伟哲不在场，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林委员俊宪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林俊宪、庄瑞雄、许志杰等十一人，鉴于入夏以来登革热病情猛烈，台南市已传出首宗病例。近日，台南市长赖清德也已宣布，台南市进入登革热的流行期。台南市府卫生局也强调，今年的疫情会比104年提早2个月，显见疫情将比去年更加严峻。历年来，登革热之流行一向以台南、高雄两地最为严重。故建请行政院应尽速规划在南部成立登革热研究防治中心，以利研究疫苗及生态防治方法等等，维护民众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林俊宪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请问院会有异议？
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曾委员鸣钟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院曾鸣钟等十一位委员，鉴于现行身心障碍者申请辅具的补助费用相关规定非常繁琐扰民，所以建请卫福部检讨相关的流程。目前现行的购买辅具，比如说像助听器、电动轮椅跟电动代步车等等，都必须有三道的手续，包括第一道先申请核准，而且必须检具相关的评估报告。第二，一购买之后，第三道手续才办理报销。那这个过程当中，通常要耗费一到两个月，而且必须跑医院等等，要三到五次，而且必须自行负担评估报告的相关费用，非常的繁琐。所以建请卫福部进行检讨相关的程序跟流程，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曾明忠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余委员宛如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余宛如等十六人临时提案，基于自公司法修正新增闭锁型公司等相关规范后，虽然有助于新创事业之开展，然目前包括会计业、法律服务业等资源性服务业业者仍有实务作业上不熟悉之处。此外，此专章赋予公司更大自治弹性，由公司章程制定闭锁期间及脱离闭锁期间股权分配及投票权计算等涉及股东权益及公司治理事项，皆与现行公司法之规范大不相同。若闭锁型公司日后 IPO， 广大投资大众对此种新形态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架构及设计精神仍不清楚，恐将发生交易争议。原建请经济部商业司加强与各地区会计师工会及律师工会合作，充分对其会员宣导本新制之实务作业重点，或以函示方式明确法律精神，并利用各种管道向投资大众宣导此种新的公司股权架构。本院委员余宛如等十六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罗委员明才发言，罗委员明才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姚委员文字发言。本院委员姚文智等十三人临时提案，有鉴于言论自由是基本的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政府责无旁贷。不管是两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公约以及民族宪章，通通有明文保障言论自由。我国的宪法其实也有这样的规定。1989年，郑南榕先生为争取台湾人民100%的言论自由，以公开演说、宣誓主张台湾独立，即遭当时台湾高检署以叛乱罪打压。郑南榕先生不惜以身殉道，捍卫言论自由。今逢郑南榕先生在下周殉难27周年的前夕，原要求行政院应该将4月7号定为国定的言论自由日，提醒国人不要忘记言论自由之可贵。这是我担任立委5年来第4次提案，中断一次是因为太阳花占领立法院。这样的提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姚文智等十三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张委员立善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本院委员张立善等十一人
鉴于车辆行驶道路常有车辆发生轮胎脱落，导致车祸发生，尤其发生在高速公路等封闭道路，造成车祸的危害更大。分析原因，大车轮胎脱落大多因长期行驶，未定期进行检查，导致行驶间螺丝松脱所致，也可能锁太紧，长期超载造成金属疲劳断裂。不管原因如何，大货车、货柜车、砂石车、连接车、大客车等大车轮胎脱落造成交通事故，均较一般车辆更为严重。然而，我国目前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罚则似乎过轻，无法收二主之效，也无事前预防或查验的相关规定。有鉴于此，为保障道路安全，原提案要求政府相关主管机关制定政策及增加查验规定，督促本院委员张立善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时代力量党团由这个林委员长左代表发言。主席，以及各位，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我国宪法第十四条明文保障集会之权利，政府自应以维护集会权利之自由行使为念，附参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规定，外国人非经依法判定不得驱逐之意旨，查内政部于2015年7月15日召开之入出国籍移民案件审查会第35次会议，依据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以下简称中正一分局）北市警中正一分行字第10432347200处分书，任韩国 Hydis 公司劳工有危害我国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余，做成禁止入国处分，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下称台北地院）业于同年8月7日做成104年度北至深字第24号裁定，撤销上开中正一分局处分书。然内政部及移民署既未主动召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接着请李委员燕秀发言。主席、各位院内同仁，本院委员李彦秀等人建请卫福部暂缓实施特定医疗技术检查医疗仪器实行或使用管理办法修正条文，该案引用医疗法第62条来限制执行美容医学医师之资格，规定非专科医师者不得执行美容医学之治疗。对于业界仍有诸多的争议，工会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故特请卫福部暂缓实施等征询多方不同的意见之后，再议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以上。本院委员李彦秀等15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
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江委员启程发言。主席啊，各位同仁，本院委员江启程的十二人，有鉴于经济部日前决定四月一号起新电价每度调降0.2693元，降幅9.56%，是史上最大。降价后比2012年油电双涨前更低。然而，民生消费市场因为2012年油电双涨导致飞升的物价，在今年油价成本降低，价格调涨时却无法回到过往。原此要求行政院物价稳定小组除了定期开会检讨物价、公布涨跌情形之外，应于油价、电价调降之际检讨三年来物价调整状况，研议积极措施打破物价的向下僵固性，降低民众民生用品之消费压力，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江启程等十二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蒋委员乃新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新等十六人。有鉴于欧盟已全面禁止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美国也朝着禁用的规划，台湾却还容许有11项抗生素。欧盟禁用的最大担忧是动物抗药性会移转到人类，导致人类会产生抗药性。WHO 预估因耐药性细菌而死亡的全球人总人数高达100万人，未来将超过癌症，恐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国卫院专家指出，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将是台湾一颗重大食安未爆弹。为维护民众健康及杜绝耐药性的超级细菌试验，本席等要求政府修法，比照欧盟全面禁止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将抗生素列为肉品生产履历之必载项目，落实资讯公开化，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新等十六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罗委员明才发言。主席、各委员，大家好。本院委员罗明才等十一人，鉴于二月初发生南台大地震，土壤异化、地质敏感区、山坡地、住宅安全等居住环境议题受到民众关切，除新北市政府已宣布将在3个月清查所有灾害浅市区，并将推动公办都更、老屋建检等行动方案之外，本席建请行政院应要求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尽快针对都市计划中涉及山坡地、地质敏感区、土壤异化潜在区等优先提出通盘检讨，并请内政部针对住宅法、山坡地建筑开发等相关管理法规，以及过去三读通过的国土计划法一并检讨，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院委员罗明才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研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我们继续处理复议案。本院委员张立善等24人，针对第五次会议报告事项第20案、第21案及第22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我们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散会。